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就是将所有胆敢来犯的魔族勇敢留在镇南关。不可能，我的三感已经恢复了，而且我还突破了六阶，身体健全。浩辰，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是永恒旋律。看来永恒之道就是依靠吸收外界的灵魂能力来维持运转。这力量居然是八级魔族，这怎么可能？希望现在杀掉任何人。是什么给了你一个五阶来挑战八阶的勇气？当然是我手中的剑。继续说吧。人类似乎提前得知了我们突袭镇南关的计划，十二位魔神如今被牵制在天锁镇南，导致整个镇南关战役并不如预想顺利，仍处于僵持状态。还真如你所说，是南方的青果香味。西德里，我记得很久以前你的实力就远超低阶魔神，如今却只做我的侍酒师，如此大材小用，有没有觉得委屈啊？大人，能侍奉您已是至高无上的荣幸。我们月魔族总是不掺和两族之战，这次好歹也做个样子，就由你去趟镇南关吧，趁机将剩余的人类全数绞杀，拿下镇南关。属下领命。这次我估计还会折损几个魔神，你去立个功，事后还能帮我在魔神队伍里再占个位置。别担心，他们只是在我的幻境梦魇中玩耍。不过，只要我不解除幻境，他们全部人都会战斗至死。可恶！再这样下去，整个镇南关都会陷落。因为美酒一开始总是需要给时间让它慢慢氧化。来吧，我姑且陪你玩玩。要先逼迫他解除幻境。光羽双龙剑。红，是我出手太重了。这家伙的实力也许比魔神希尔还强。王宇，乌龙刺！我向你承诺，在彻底品味清楚你的秘密之前，绝不杀你。蛟龙泯灭！来，是时候品尝醇酒表面的浮沫，总是会影响品味的口感。那就先剔除掉它吧。这里是
小家伙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并不喜欢战斗，因为战斗总是会伴随鲜血，那味道并不令人喜欢，尤其是你们人类的血，总是充满各种臭味。但你却不太一样，你身上的味道很复杂，很有层次，有阳光中的花香，我会保护你的，越过死亡的振奋，执念去放的勇气，突破桎梏的绵长。你做好了面对死亡的准备吗？在战场回荡的醇厚浓郁。在云端流淌的清新自然，放开他！你的确有计划，但还远远你的人生经历很丰富，让你的身心都被锻造的充满吸引力。而你的灵魂深处，让我看看。怎么回事？你的灵魂里为何会有这么多他人？还有绝对的死亡。可能你身上怎么会有那股熟悉的味道？这不可能。去了，你就像新酿的美酒，平淡的入口却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反差，就让我细细品味你的后劲如何。主人，你还好吧？可惜了，你的表现正如一些劣等酒，只有头段的惊喜，却失去了后段的转换。就是现在开始吧，把你们的力量都借给我。这是脱困了你窥探我的灵魂，他们交流，居然能将七人的灵力汇聚于一体，真是不可思议。雅婷，把你的力量也给我。他竟然在战斗中突破了六阶，浓缩生命酿制而成的美酒实在是令人期待。人类也可以这么有趣啊。现在的你或许超越了六阶，又或许是七阶，但你这样的状态有人实行多久？
界的状态最多再持续30秒。想殊死一搏？愚蠢！功亏一篑的味道如何呀？最后一剑！若不是阿加雷斯大人赐给我的月之庇护，刚才那一剑恐怕真会要命。牺牲，现在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，因为我居然嗅到了死亡的可怕。你可以永眠了，下行之辉，请灭！这一招，对不起，紫海儿。下整个镇南关都是我的了。谁敢伤害常年天灾的弟子？生气！好徒儿。刚才是谁违禁的心？伊莱克斯，快让他过来，为师要好好帮你出口气。他已经被你迸发的力量碾碎了，可真没用啊！这音乐才刚刚响起。给我再起来一次！这是发生了什么？去，把这垃圾打扫干净。你这次最好撑久一点。我亲爱的徒儿，为师此前留了一丝念想在永恒旋律，就是怕你遇到什么危险。现在为师真的要去沉睡了，你早点登上塔顶来唤醒我们。
他一个人击退了八戒月魔。昊辰，团长他赢了。